伴随着这个比较做作的做作的背景音乐，我来啦 ！Hello， 大家好。哎，对不对？很准时。其实昨天呢、啊，昨天那个其实不是出意外，是本来我们打算预期，昨天的那个采访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的，对的，对的，对呀、啊。好了，我要按照稿子念东西了，你们先别打扰我啊。第一项打招呼。Hello， 哎，不对，这稿子不对啊。对的 ，Hello， 喜马拉雅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深，很高兴这次能够来到喜马拉雅直播。本次呢，我的录播节目《深深的音乐作坊》近期也会在喜马拉雅更新哦，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挂件，可以先关注喽。（括号自由发挥，仅供参考）午夜时分，你寂寞吗？你寂寞，我帮不了你。哒哒，好了好了好了，那个我先干点正事儿。好，嗯，对，最近大家有没有看电影啊？最近大家有看电影吗？最近大家有看什么电影吗？没有人理我，好难过哦。无关不是电影好吗？你们虽然知道我要接下来要接什么，但是能不能稍微对吧？哎，幕后玩家是吧？全知道，哎呀，全知道我还想挺想去看的呢。哎，不对，怎么帮其他电影打上广告了呢？什么情况？那个我最近看了电影，我看了幕后玩家。我觉得说实话啊，我去看的时候我其实预期没有太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看完幕后玩家我觉得，哎呦，不愧是我唱的电影的歌，哎呦，刚才那句说反了，重来，不愧是我唱了歌的电影。说实话这电影真的还不错，就是里面的感情线我没想到非常非常的打动我，我完全没有想到里面的那个推理反而输给了里面的感情线了，这点算是意外的收获。我觉得哎呀特别的动人，尤其是看完电影再听我们周深这首《无关》，哇，哭出声好吗？当时怎么来着，找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完全都不知道，我不是说我不知道这个电影，我是不知道娜姐也唱了这首歌，而且就是当时我那个叫什么为什么不现场唱啊，因为我没伴奏，作为原唱没有伴奏。我给你们唱几句，总是断，但是原唱唱得太好我没有办法超越哦。昨与爱你无关，用沿路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当初你的温暖还不曾走散，我不敢留下遗憾，装作与爱你无关，长夜的孤单换一生的牵绊，轻抚你留下的每一寸余欢，把孤单当成习惯。有人说没办法，我们主播已经唱的超越了原唱，真的是对不起，原唱是没有办法超越的，太不要脸了。天未晚，岁月忽已晚，若有下一站，我去发个微博，告诉大家我在直播。现在我已经活，哎呀，伴奏声音太大，
那个原唱你虽然唱很好听，但小声一点，好的。现在我活脱脱的仿佛是个主播，每天在不同的直播在跟大家不同的直播平台在跟大家聊天。哎，那个装作与爱你无关，用烟雾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曾走散，我不敢留下遗憾，装作与爱你无关，愿长夜的孤单换一生的牵绊，会为你无意的每一声感好精了。好啊，除了这首歌特别好听，我看完这个电影，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大家也知道我平时还挺少给大家推荐电影的，我觉得你去看了至少不会失望吧，因为这个电影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而且怎么说呢，挺真的，就是我当时我看完整场我还有点就是整个感觉都一直跟着这个电影的节奏走，然后就是感觉看完整场电影啊，全部我的脑海里全部都在那个叫什么，一直在 loop， 一直在重播我娜姐的那首歌。夜光是夜里的电灯泡吗？是夜里的手电筒吗？不，我不知道啊。在你被淹没时闪烁，在你的左手，在你闪烁时候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这首歌真的特别好听。在无声慌忙的宇宙，情愿被孤求，在独自拥抱的冷冬，黯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残留着脉搏的温柔。如果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就擦亮我黑夜里不灭的路灯。如果寂寞是拥有的唯一，就让我寂寞。这首歌呢是我的老师娜姐的新歌《夜光》，然后也是电影《幕后玩家》的主题曲，然后我为这部电影唱了推广曲《无关》，然后这首是主题曲。我觉得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啊，哎呀，完全就不用说，完全就是你整个人就是，等一下我有个痰，整个人就一直会被这个旋律洗脑，真的特别有魅力。我觉得我们这个鹏飞老师也是我那首无关的制作人，也是这首歌的制作人吧，特别棒，点赞。如果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就擦不灭的路灯。
实话我还挺喜欢翻唱的，但是娜姐的歌真的是翻一首死一首，因为她的歌她唱的太好了。好了，我们现在进行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是互动福利，微博预热评论互动，然后他们在当天10点左右发布了微博，然后下午4点半左右呢，从微博里面挑选出了4个问题，让我在里面进行作答。好的，既然是说话的话，那我先把混响关掉。好，我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啊。哎呀，我怎么手机也在听我自己的节目呢？真是自恋的一个人。我看一下你们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来自我们吕征雷，他说：深深，我想问一下，上海演唱会有什么惊喜？会不会跳舞？这个你们已经问过我无数遍了，都问我会不会跳舞吗？我那个，对，怎么吃起了螺丝呢？一直在问我会不会跳舞。你如果是问我能力方面的话呢，我肯定会说我不会跳舞。嘿嘿，没错，就是这么的让人失望。你看我们的音效真的是也是很尬。好，有什么惊喜啊？有惊喜的话我不知道，我现在特别紧张，我不知道那天我能不能唱下去，我也不知道那天会唱成什么样，对吧？我也不知道那天会不会有人去看，我也不知道，哎呀，就是我不知道。哎，对，没事，我不知道。好，现在来自第二个问题啊，又是我们的皮卡奖，活捉一只皮卡奖问的，想听无关的幕后的故事。沙发哥是准备赖掉了吗 ？B 站长的草，不是说只能提一个问题吗？提那么多问题。B 站长的草什么时候去掉 ？OST 专辑什么时候发？演唱会会有外语歌吗？会跳舞吗？会后半年会有考虑演唱会加场吗？比如广州。太多了，我一个一个问啊。第一个，准备赖掉吗？不赖。什么时候去除草？不知道。什么时候发 OST 专辑？不知道。演唱会会有外语歌吗？哎，好像是没有的，但是有一个不是普通话的歌。你们猜一下是什么歌哈。然后会跳舞吗？怎么一直在问我这个？你们在你们心中我难道是个 dancer king 吗？我是 dancing king 是吗？在你们心中一直问我会不会跳舞。真的是动不动就是捂着嘴巴来了一段 B-box， 然后呢，是不是立马当我发现我要坐下那个趋势的时候，哎，来了一段 breaking， 你们真想太多，一直在问我会不会跳舞。好，然后下一个，后半年有考虑演唱会加场吗？说实话，没有。哎，同学们，3场，我都已经卖的，整个人就是压力特别大了，你还让我加场？你给我加条命吧先。变得简单好，下个问题，深深的小板凳问，演唱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准备怎么样了？现在已经彩排了3-4次了吧？还有别的场次吗？目前这3场有什么惊喜给大家？会跳舞吗？你们是干嘛复制粘贴吗？他复制的问题我都问过了。最近有什么透露安排啊？透露安排稍微就是跑宣传，宣传一下演唱会。大家一定要记得5月19日上海场。哎呦，手机掉下去了。哎，这是凳子啊。哎，哎呦妈呀！哎，等一下，我耳机也掉了。哎呀，真是一个很落魄的主播。哎呀，好，刚说哪儿了？说的是透露工作，就是有很多宣传通告，然后 OST 专辑什么时候发不知道吗？然后不知道。有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吧，就是要发新歌啦。哎呦，又要发新歌，感觉今年一直在发歌，我觉得你们都要听厌了吧。会不会来海外呀？我在海内都还没有混好呢。然后有没有好好吃饭休息照顾好自己？有啊，最后什么时候娶你？哇，你真的是，哎，想多了。用沿路的蓝色换岁月的平凡。当
谁放屁啊？我才没放屁。哎呀，小孩子不能够说脏话哦。我不敢留下遗憾。好，来下一个问题，喜欢深深的 Tina。好，你看人家很棒，人家就带了周深无关的 tag， 还有周深空间的 tag。没错啦，周深空间是什么？哇哦，就是我的演唱会，它叫深空间。好，怎样的契机唱的无关呢？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可能是缘分吧，因为每一次我都问他们怎么会找我，他们就说可能觉得这首歌挺适合的吧。而且我觉得无关这首歌对我来说比较挑战，因为首先我拿到 demo， 第一反应我是这样唱的，就是我的 key 都不是这个 key 哦，我当时的 key 是不习惯，渐渐成习惯，其中的悲欢该如何清算，叫平凡终归于得的。就整个的感觉其实都不是现在你们听到的这样。然后后面呢，我跟那个制作人鹏飞老师，他说他就是想抛弃一些我在大家脑海中固有的一些印象吧，就相对来说不要那么的空灵，我觉得我们要稍微的靠近人类一点吧。包括我录完这首歌我是特别的痛苦，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唱。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唱完录完一天，我就顿时就大喊了一句，我终于是一个人了，就再也不是飘在空中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还挺好的。总之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痛苦的录音过程吧，但是我觉得收获挺大的。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啊，他说有考虑在演唱会表演一下双截棍吗？双截棍，哎呀我都忘了我还有这个技能了。不了吧，毕竟打得自己浑身酸痛，对后面的演唱会没什么好兴趣。2018年月月发新歌可以有吗？月月发新歌挺难的。演唱会准备了多少首歌？20首左右吧。自己写的歌怎么样啊？不告诉你。会有新综艺吗？没有。但是想哭。好了，好，以上就是我们的互动福利哦。每一声感叹将圆满，变得简单。下个问题他说的是，大家都说高晓松老师沉淀了一个世纪就是为了等待周深的出现，深的深也是由高晓松老师监制并参与创作完成，那在你的眼中高晓松老师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认可这个说法吗？我觉得我的声迷们完全可以帮我回答这个问题。来，大家说高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孤单也不没错，他很瘦，孤单你现在听的是什么节目？我也不知道，只是莫名其妙点进了一个链接，仿佛自己被关在了一个房间里，就听到了一个男主播的声音。什么？你说他是男主播？对呀，不是吗？没错，他就是男主播。好，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真好听这首歌，还有我想再多听几遍。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在无声慌忙的宇宙，情愿被孤求，在独自拥抱的冷冬，黯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它留着脉搏的温柔。都失去
擦亮我黑夜里不灭的路灯。如果寂寞是拥有的唯一要求，让我寂寞。在无声缓慢的宇宙，情愿被孤囚，在独自拥抱的冷冬，暗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弹留着脉搏的温柔。如果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就擦亮我黑夜里不灭的路灯。如果寂寞是拥有的唯一要求，就让我寂寞。娜姐真棒，给娜姐打 call。 你会记得在回忆最美的时候，你爱我爱我爱我。然后最近我特别喜欢一首歌，我已经在好多采访里面都说过了，特别喜欢的就是 Never Enough， 太好听了。嘿，有没有伴奏啊？找一下。哎，好像有哎。这是在骗我吗？I'm trying to hold my breath。还没开始。I'm trying to hold my breath, let it stay this way, can't let this moment end. You set off a dream with me, getting loud now. Can you hear it echoing?My hand, will you share this with me? 'Cause darling, without you, all the shine of thousand spotlights, all the stuff we steal from the night sky will never be enough, never be enough.Towers go are still too little. These hands could hold the world, but it'll never be enough. Never be enough for me. Never, never, never.
了，我们的小小的欢唱的一个小环节哈，我们就结束啦。怎么唱完一首歌说话都说不清了呢？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仿佛好像很尴尬的样子，然后呢人也被我唱跑了，嗯，可以说是很失败咯。好，现在到了我们互动福利啊，就是与现场的听众弹幕进行互动，自主挑选听众的问题进行回答，你们可以问我问题喽。嗯，你们再问什么时候娶你，我就打轮喽。什么时候来安徽啊？要看你们请不请我去啊。你们的问题刷得好快哦，我一个都看不到。今天穿的啥？今天穿的一件小 T 恤啊，一件小小的小外套，戴了个眼镜，然后戴了个帽子，穿了个裤子，穿了个袜子，你穿了个鞋子，是不是那么的一点都没有惊喜呢？很过分哦，平时怎么会贴，怎么可能会贴双眼皮贴啊？过分哦，会生气哦，不要尝试轻易踩我的底线哦。干嘛，男孩子不可以贴双眼皮贴哦？你们刷那么快，我个字都看不到啦。我恋爱了吗？我恋爱了吗？我恋爱了吗？哼，味道希望是哦。会来马来西亚吗？那要看你们请不请我去啊。好难聊的一个人啊，这谁啊，这个主播。我好逗，你应该夸我好好好什么呢，好听吗？我才不要长逗呢。 No。会唱天堂吗？我在你心中是唱天堂的那种国家的艺术家吗？我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怎么都是做不到。会唱歌剧吗？我这个身高几乎已经告别了歌剧院的舞台。诶，嗯，会唱忐忑吗？你这是在挑战我，你这个少年，勇敢的少年，快去创造奇迹。快去创造奇迹。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深在喜马拉雅的直播，然后近期呢我会进行有自己的演唱会，5月19日上海场，5月29日武汉场，6月16日成都场，然后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创造奇迹。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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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开始，这么尬的吗？重来。其实那首歌我也不太会唱，但感觉他好像求了一辈子，感觉为了一辈子求一首歌，如果不满足他，好像显得我人不太好吼。这个音乐啊，是我在软件上刚才随便搜个音乐听，哎呦好听，然后就再也没有找到第二首了。我看到我们这稿子上有问谈谈未来几年的工作重心，当然是音乐啊，然后是否考虑去影视圈发展，那个圈子要我吗？很多时候不是你想不想，而是别人要不要，要要切可闹。像我们这种主播播了这么久也就这么点人，可以说是很受挫了吼。我的最爱，你真的是我。
其实我很烦恼，你知道吗？只是你看不到。我应该装作爱惜自己，不要再去想念你。为什么我那么爱你，我得不到回报？因为失去那种痛，没有人知道，只有我一个人才看着痛苦。你真的好自私呀，已经离我而去，我的心真的好痛，你感觉得到吗？如果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不要再逃避好吗？小青，怕是你今天熬不过今年的端午节呀。我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全家仗义，飞檐走壁。师傅你为我可以行云流水，叱咤一切，混响一片，挥挥衣袖对我说，赶紧练武去。练功的时间难团圆，后面全都没听过。哎呀，你们想求日内瓦呀，日内瓦。嗯，挺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演唱会哦，有个点唱环节，你如果喊得够大声，说不定日内瓦就有了。英雄台下十年功，为台上一分钟，艰难寂寞谁会懂。你们永远能够把我只有一万个人在线的场子刷成有100万个人在线的场子。广州，广州，啊，广州啊！我心里只有个梦，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心压仗义，飞檐走壁。师傅你，为我可以行云流水，穿戴一切，困扫一片，挥挥衣袖对我说，哎，赶紧练功去，赶紧练功去。好嘞，然后我看一下我们接下来干嘛啊？我看一下我们的聊，这个螺丝给吃的呀，就是吃都吃饱了。我们看一下我们聊流程，好烦呐、啊，怎么回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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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嘟嘟哒，嘟嘟哒，哒哒哒哒。我想唱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伴奏啊？诶，有没有伴奏啊？Just one last day， 听过这个的人都暴露年龄哦。Just one last day。 We meet in the night in a Spanish cafe， I look in your eyes just don't know what to say。Feels like I'm drowning in salt water. A few hours left till the sun's gonna rise. Tomorrow will come, it's time to realize our love has finished forever. How I wish to come with you. How I wish we make it through.Yeah.
嗯，好了，没有歌了，你真是尴尬，尴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放背景音乐。嘟嘟嘟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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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快去创造奇迹！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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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的少年，快去创造奇迹！悟空啊，叫你不要乱丢垃圾，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呀。Yo，Come on，Come on，Let's go 。哎呀，可以说是很尴尬了。来，你们来提点问吧，因为接下来我们好像也没什么流程了。哎，你们想听什么歌啊？起风了，我不会唱哎，主要是也没有伴奏啊。我试试哈，你看就没伴奏啊，要么就太低了，要么就太高了。子弹壳乐队的《起风了》是那首歌吗？嗯，一听这个伴奏就知道我们不是。那这个呢？那这个调好高啊，一听就很高。我不知道能不能唱，试试哈，试试就试试。哎，如果想走，我走。这首歌，人言那暖，风轻吹了秋从前的错。这世界好低啊，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赴恩怨赴汤蹈火走个走一遍。如今的时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迷于其中梦话的真假，何得将它付诸于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皆就随缘去吧。好，我对这首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唱你的，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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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怎么唱啊？这时候就是来下面的观众一起唱。人像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
世界，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眉眼。眉眼什么鬼啊？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迷于其中，消化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向，且就随缘去吧。警告一下，微笑，不要剪这首歌单独剪出来啊！我剪唱那么难看，你还剪出来，丢不丢人啊？黄牌一张。那白发抚平回忆，留下的把你的眼中明暗夹杂，一笑生花，暮色遮住你阑珊的步伐，走进床头藏起的画画中的你，低着头说话。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情话，不生挣扎，不做挣扎，无谓笑话。我终将青春还给心，有所动就随风去吧。最近有个节目很好看哦，创造101，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挺好看，我觉得就像我泪点这么低的人，没错，你看哭了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哭的，人生是有多不太平啊，动就哭。
大家记得5月19日上海，5月29日武汉，6月16日成都。我目前有这三场演唱会，如果你想听我唱歌的话呢，可以考虑票子买一下，支持一下喽。迎接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想念晕成一团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他永不会减，做了几经推之后的那一点点倔。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性赢了理性那一年。下面有请我们当红的歌手红玫瑰为大家带来小冤家。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我问话为什么你不回答，你说我爱着我是真是假，说清楚讲明白不许装傻。小冤家听了话哎呀哎呀，大大的眼看着我眨巴眨巴，记得我掉转头不如回家，小冤家拉住了我这才说话，喊声天喊声地喊声冤家，想着你盼着你心乱如麻，千句话万句话后头打架，谁知道见了你只会装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深深的音乐作坊音乐总会。我记得就是网上不是都流行说杠精嘛，我记得在《情深深雨蒙蒙》里面，依萍她去到这个夜总会，然后她当时在看白牡丹还是红牡丹在唱，然后她就在下面说我唱的比她好，然后她就上面唱了一首，然后下面那个杠精他们就说杠精他就说其实我觉得白牡丹唱的更好。小冤家听了话哎呀哎呀，大大的眼看着我眨巴眨巴，气得我掉转头不如回家，小冤家拉住了我这才说话，喊声天喊声地喊声冤家，鼓掌。想着你盼着你心乱如麻，谁知道见到了你只会发傻。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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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谢谢各位经常来照顾我生意的贵客。哎，刚才有个人哦打了一个弹幕，我很生气，什么叫浓浓的风尘味？哇，宝宝宝宝我宝宝我宝宝我单纯着呢。浓浓的风尘为什么鬼啦，真的是过分。哎呀。我看一下下手唱什么哈。好，大家好，我是周深，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深的喜马拉雅的直播。然后我一般都不直播，哎呀说自己很高尚一样，其实就是懒。哎呀。你们说风尘味，我给你们听一下什么叫做才叫风尘味的歌。哎不对，那我等一下唱这首歌岂不是得罪这个前辈啊，没事，不然前辈也听不到，前辈如果听到了我道歉。好，下面有请我们的红牡丹。你摇起来，
你你你为了爱情更笑不冷静，你你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你你为了爱情得不到敷衍，情共爱那样会追求自由，痛痛抱住扭好，你你你为了爱情更笑不冷静，你你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你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情共爱那样去追求自由，痛痛抛住脑后。Yeah， 大家跟着我摇起来，这才叫风尘味，知道吧？灯光照失礼，不管弄心事，无谓太多计较，恋爱中够吹，不心可伤对。伤心春归去，泪何惯了面对，不去心实，潇洒走一去。灯光照失礼，不管多心碎，无味太多计较，你眼那度痛痛抛住脑后，你你你为了爱情，你你你为了爱情，你你你为。更少不冷静，你你你为了爱情孤单的放弃，你你你为了爱情得不到抱怨，情共爱那也去追求自由，痛痛抱住脑后。好累哦，看他在夜总会工作也不容易啊，好累啊，痛痛抱住脑后。这个点一定要踩得准才有意思，你知道吗？没踩准就不好玩了。灯光照失礼，不管东心碎，无味太多计较，恋爱中够吹。那不能心碎，不管东心碎，无味。来来来来来，来了，痛痛碰住脑后。哎呀，我找不到歌词，好累啊。好了，你们也不要吐槽我的粤语啊，那个粤语这个就没好好学，就是觉得很好玩，大家随便唱呗。来咯，潇洒来一去，谢谢谢谢。哎，假唱吗？这是怎么能这样呢？明明真唱的变成了假唱，可还行，好难过，哎呀，太难过了。然后，像我们现在今天已经走了那么久的，叫什么？那个呀，复古风，我们再来一个吧。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逢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爱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言，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逢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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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光顾我们。好了，直播时间到喽，直播时间到了，知道吗？我们今天直播到这里结束，然后我把这首歌唱完。好好听，我怎么办？想要重逢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
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失去的情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口泪笑难辨，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来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重现，想要重逢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酣圆。哎，你这切的我就很尴尬了，我还在嗨呢。好了，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然后记得重要的信息，5月19日上海场，5月29日武汉场，6月16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我的演唱会听我唱歌哟。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帮我问一下你身边人有没有兴趣。对啊，你看我们这些小新人也不容易对吧，你给点面子咯老板们。嗯，那个啊，最后一首你们想听什么呀？最后一首，嗯，我给你们唱首比较安静的吧，让你们好好睡觉的。不散不见，谢谢你们能够陪我，嗯，一直在左右咯。我想亲口说再见，你的空位还在这，在开始之前，句点后面，存活在我里面，不散不见。你是我世界起点，我是你荆棘冠冕，把爱与归结揉成一圈，来不及告别，来不及再见，哒哒哒哒。时间21:10，2018年5月3日，你现在在的地方呢是喜马拉雅周深直播间。周深是谁不重要，如果你听到歌可以得到一丝的安慰，或者是开心，或者是一丝的疯狂，我觉得那就值了。消失之前，句点后面，存活在我里面，不散不见。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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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昨天直播迟到了十分钟，今天也算是播给你们了哈。嗯，好啦，那个大家就随便该洗洗漱、洗洗澡、洗洗脚、洗洗头、洗洗脸、洗洗手、洗洗衣服、洗洗裤子、睡觉吧。大家晚安 ，Good night，Good night，Good night 有什么歌呀 ？Good night， 什么歌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是否想起当时初见那一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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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好了，那个就这样吧。再放一下我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背景音乐，可好听了。哦，背景音乐呢？在这里。哎，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宠物小米大，小米大不大对，小米大就是小米大。不闲着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到了尾声了，尾声呢就想跟大家 say goodbye。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大家好，我是周深，你所在的平台是喜马拉雅 FM。然后呢，周深现在正在进行他的巡回演唱会，叫做《深空间》。5月19日上海首场，5月29日武汉。6月16日成都，等待与您的见面哟，拜拜呀。怎么结束啊？在哪里结束啊？等我找会儿，我找会儿结束在哪里啊？停止直播。请对我们的服务做出评价，非常满意请按一，满意请按二，一般请按三，糟糕请直接挂机。感谢您的使用，再见。